出席的贵宾、老师，还有我们的同仁们，大家好。 网友自豪说他很抢手，和他见面后才发现他的聊天对象各种 MC 还有 B-boxer。 我说你的通讯录有过嘻哈的，全都一样放表演照。说来找真爱，用一样的套路，不管新生代还中生代，全部的同情你也太贪心。后悔当初聊色戒，聊着我那么开心，因为我大都管不住小偷，不管多忙，我只要一看到走廊，我就马上投降。我就像是等着被开发的客户，和许多前辈后辈全部一起加入表兄弟的俱乐部。 我不只爱看热裤，我也爱乱亏妹，所以不敢写情歌，毕竟不是JJ，只是太多人表面上装的不太会，私底下和我一样，他妈也是一个斯文败类。大家都是好兄弟，也是我的表兄弟，不管你是好兄弟还是我的表兄弟。 是好东西，抢人把迷妹现在都被抢，我每次听嘟嘟King的歌，一堆人间色在我的背上，爱帮白痴素的迷妹。我是那白痴，我太废，我下面他们都不愿意来吃。女儿千万别跟饶舌歌手交往，男人都超痒。那我宁可女儿去给有钱人包养，这无止境的嚣张，看出谁才是英雄。要当饶舌的清流，别像我满脑精虫。 想想还是当个佛系饶舌歌手，多在家里写歌，才能缩小社交，社交一种全家福的概念。MV 杀青在后面击掌的 homie 们，都一家亲，见面赖先打开把顺序确认。哪个饶舌圈不只想实力，还要比辈分。所以各位前辈好，这是小表弟来报道，大家有点共识就好，别互相爆料。大家都是好兄弟。 我的表兄弟，不管你是好兄弟还是我的表兄弟。